战队？我其实可能还是想着进千玺战队吧。好，那如果你这么确定的话，我勉强。我要把这空缺的位置一定要给补上来，尽全力的能说服他们来到我的团队。我必须要找到合适我们团队的一些路人。我就怕你被别人抢走。不会的，我肯定是你，就是放心。好，你知道。好，好。没问题。稳的不行。OK。必须必须。整体选人还是挺顺利的，也都是我街道里面出来，然后我想要的人。跟阿 Game 有比过吗？有比过。你有赢过吗？有赢过。过。我是团队赛。团队赛。可是对，是团队赛。我们在团队赛。对。battle 呢？会怕吗？battle 肯定不会怕了。挂了。结盟。在你一开始的框架的设定完了之后，到你后来中间开始有很大的变卦开始，其实后来其实都是靠缘分在走了，说的话都不算数。那怎么办呢？能哭吗？来，开始。三。阿 K， 为什么你伤我的心？说好的结盟呢？为什么突然变卦 ？Oh my god！ 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我拨开了纱窗。看见了只是个谎言。最后一轮开放的房间分别是15号 Eleven， 3号米正，27号小月，25号夜莺。本节目由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关注勇闯天涯 Super X 官微或小程序助力复活。本节目官方服装由天生特步服等你来叫板的特步赞助播出。感谢 Miko 果汁茶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。 Miko 果汁茶，真茶真果汁。本节目由生而无味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勇闯天涯 Super X， Go 胆 Go Battle。 最后一轮开放的房间分别是15号 Eleven， 3号米正，27号小月，25号夜莺。非常想要你。我反正也只想选你，别的也没有考虑过。谢谢你来，我就挺开心。行，但是你要不要去试一下夜莺？夜莺我应该拉不过来，我跟他，对，我跟他也没什么，没关系，我就够。谢谢，就这个给你。现在我看能不能磕夜莺。好，他今天早上就在跟我聊，还在纠结这个事情。纠结啥？他就说他也不知道该选谁。等我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看能不能扫夜莺。对对对、okay ，我也觉得可以。他选的这些人当中，我觉得还差一个比较强 battle 型的选手，那夜莺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。兔子，那我就表达我的诚意吧。我很需要你的加入在这个团队里面，所以我也希望你能考虑我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是非常非常喜欢你，真的。谢谢。希望你能加进来。你在团队里面很重要。说实话，我对夜莺是没有把握的，对，我只能说是尝试碰运气。我现在是有 hiphop， 有阿奇，兔子跟阿 K， 目前是 hiphop 一些的，对，子豪是你战队的对吧？对，所以叶师傅这样的。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舞者，所以如果有他的话 ，OK， 阿奇，你知道我不知道，你反正你就是那种梦幻团队，先想来想去嘛，乱想。你脚还好吗？还好。昨天扭伤了哈。对，我要找你找不到。那我看你在写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写什么？记录一下。记录什么？就是前面的。上面记的就是每一场的哪几个人被选，然后谁是待定，因为主要也是想选适合自己或者风格更接近一点的队友一起。哎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现在阿 K 已经跑掉了，你会改变吗？我
我只觉得他在想什么。我在那一刻真的急了，我天哪！难道男人的约定就这样就没了吗？你有想法吗？嗯。你选了叶星，他有可能会变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刚看他表情，他的感觉。现在请选手表决。我选择加入易烊千玺的战队。我选韩庚队长。韩庚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本轮一名选手还没有给出结果。没戏了。动摇了，是吗？啊，恭喜你！从选手来说，我更想和吴建豪这边的已经选出来的选手一起。这从队长来说，我是会选，我会想选罗志祥，所以我这届犹豫的比较久啊。啊！这我没办法去控制他的想法，他还是有点犹豫，然后想要去改变，那我只能认。啊！我就一直在选罗志祥吧。哎呀，再想想。叶英开始崩溃，再给他一点点。好，终于有结果了。Eleven。小月待定，米正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，叶英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。你的还是你的 ？Good luck, lucky apple。决定选罗志祥队长。嗯，太开心了，离冠军越来越近了。你不要以为我疯了，我是真的认真的，越来越紧了。我要让那些没有选我的人，阿 K， 你会后悔。十二轮选择已经全部完成，目前四位队长手里还有数量不等的毛巾，下一轮队长将手里剩余的毛巾挂到你们想要选择的选手房间把手上，限时八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除了我约定好的所有的队员，牧童、小月、十一、波子，还有重阳，所以我现在我必须要去找到适合我们团队的三个舞者。欢迎你的。其实我在之前我选 B boy 是只有一个波子，小根还有龙啸来到我战队，一共有三个 B boy， 我觉得还挺开心。最后茶叔进来，我觉得也是惊喜。反正12个人全部选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今年我有很大的信心。我觉得这12个人都非常的棒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们这12个人，大家都挺有想法的，然后大家也知道要自己要什么，我觉得是可以出高级的有质感的作品。我这12个人都非常满意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原因存在。我觉得这个队的实力会让大家非常惊喜。阿 K 的那个包毁的很彻底，你知道吧？更决定的想要去找 hip hop 的选手。hip hop 哦，挂！我这边是 hip hop 组的，你看。加了。好。那现在这个阵容等于有6个 hip hop， 2个 hop。然后2个 breaking，2个 locking， 还满意现在的搭配吗？满意啊，满意啊，非常满意。